好，你用我的。啊，我要冲。对对。要跟姐姐一起来直播吗？要吗？晚上好。卡吗？好像。外面就是会有点卡吧。卡住的去重新进一下吧，好不好？重新进一下吧，宝宝。妈妈去接充电宝了。还卡吗？还卡不卡呀？进来收获大美女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我弟弟。啊！可爱，对呀、啊，他刚放假，小鬼这么小就近视了，要戴眼镜了，这不能露脸了吧？这能看出个啥呀？多少度？妈妈，弟弟近视多少度？300。300。那你度就没有了。300度。300度。他还这么小，就300度。对。看书看的，小时候爱看画册看的。我俩已经播正在做。因为你刚刚给我播的话是要重做的，所以说可能需要点时间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你等等啊。没事，有点卡了，我稍微播一会儿，陪妈妈吃会儿饭，主要是现在还在等菜。我新买了一支小口红，祭奠我逝去的口红们，我买了支唇釉。它挺便宜的，也很好看，40块钱吧。结果外带被送，结果直接的话就被他接送了。一壶的话是500毫升左右。这个500呀？有的。不好意思，但是因为那个茶壶今天确实有点忙，等不了。好卡。它没有洗出来的。不好意思，卡我没有办法。这在吃什么？吃火锅，还是那个很好吃的火锅凑凑。好喝吗？这个奶茶我喝一口，还没喝过这里的奶茶。我就放了3分糖，哎，我喝的是奶绿，还是奶绿好喝。这杯不要钱，真的，真的，为什么要送你？啊？货不对吧？他送给你了。哇！他说没有壶，就给我弄个杯子。人家明明是要装情调的。喝奶茶还要装情调？热量炸弹。是不是很卡啊？是不是很卡？那可能是那个清新度调太高了，是不是？一阵一阵的，可恶！
算了吧。虽然很想波波，但是算了吧，那么卡。回去再播呗。回去再播呗，我妈妈让我回去再播呗。就让你们看看我，我很好。主要戴帽子为什么？因为刘海油了，所以说这样子把刘海分开了。没洗头。那我下了，回家再说咯。那你们舍得我吗？你们肯定不舍得。来得好迅速。小军酸菜白肉，回去播，回去再见吧，回去再见，太卡了，太卡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